钱给他。有时咱人在咱的探病，咱的苦难，不是拄拄伫迄个肉体上的这个因果的问题。这是咱头拄仔所讲咱的圣经内面，咱就通知影，伊若有更加远上帝目的，上帝对保罗伊有特别特别的规划，伊的人生特别的规划，所以乎伊有迄个志，乎伊会通到伫迄个第三层天哦，咱讲咱第三层天，其实犹太人的天有七层啊，啊，包括讲迄个啊，迄个巴勒教派，迄个咧讲叫三层天啊，其实不是安尼，七层，啊，总是咱保罗讲的三层天是啥物，就是讲上上啊，完全啊，所以伊啊讲以前咧三。就是去讲，加地个讲，伊有三摆来求上帝，求耶稣讲将迄个刺来过过，所以伫遐传过来个讲常常啊，伫遐来祈祷恳求，总是伫遐伊得到一个启示，就是讲上帝主耶稣基督对伊有特别的规划，要做外邦人的光，吼、哦，传福音无外邦人，传福音无外邦人。伊当时会拄着足侪个艰苦，即着足侪个伊个困难，所以伫个所在，互伊伫遐有得着启示个一款个行了伊个条路，所以互伊有志，互伊有志伫个。所以伫遐，可能人在对上帝对伊有一个真真特别真大个一个计划伫个规划伫个，免得伊伫遐呾条路，所以是伊个事。第三问题，我个人。人在咧处理这个苦难，头一个咱人在地方解背起来，解躲起。保罗讲三摆求主来解将这个痛苦解背起来。啊，都我讲三摆就是完全的一个犹原犹太人完全的一个完整的一款的数字，来表示讲是上上的意思。所以乎咱就通知影，人真爱要用个知识，人真爱要用个什么用个方法，会通将这个苦难来解除去，来除去。台台有一个行为科学的教授，啊，伊安尼家己讲，讲伊捌努力用学问来拔除伊心中的坎坷，啊，甲无奈感。伊的心中不时有一个。就是常常这个叹息，啊，甲这个无奈感，所以要用个知识，用个学问来解除去。同时，家己国王最后也是无法度能将这个除去。所以，咱个人是爱用方法、用智慧做，将这个实在伫你个心中个苦痛解除去。所以，咱咧求医生，咱咧求祈祷，咱常常是安尼，就是毋忙。会通借着一款个外在个力量，将咱个一个困难，甲咱渡去。第二人个用什方法？用个麻醉个方法。用麻醉个方法，亲像呾拄仔我所讲个尤尼克个故事。尤尼克咱通知影，伊用个肉体发泄个方法来麻醉伊个心内痛苦，来麻醉伊个心。母爱的迄款的痛苦，啊，拄我讲迄个代迄个英语科学的教授，伊嘛安尼讲，讲伊捌要用酒来麻醉伊，总是酒醒起了后，骨开如酒，骨开如酒。所以，我咱会通对遐个，咱会通知影，今仔日为什么伫伊个社会，咱人在毒品，啊，甲这个麻醉药。非常的这个上限，到底是甚款的道理？咱现在这是人对伊的认识的不满，对认识的压力，唔盲用过一款的麻醉的方法来解决起来。所以伊啊吃麻药，所以伊个所在伊啊吃遐毒品，也就是这个原因。第三人的处理法是用过甚物？用过宿命论啊，宿命论。伫遐只看到即款个代志，遐都无奈啊！所以伫遐就讲啊，即咱着即咱个命运啊，咱个命。所以无法度通抵抗，即是咱个所会拄着个命运，咱无法度通抵抗。
心灵坚固啦，已经死无。咱来用一句话来解读讲是啥？行尸走肉，行尸走肉的这个人生，就是用到这款来咧麻醉的人生的苦难。第四款就是咱人啊，叫做能够不爱。伫迄边，人生搁伫迄边啊，迄一边啊，这个悲感的报喜。讲起来嘛，有时咱人家这是传宗教的信心，宗教的信心。咱人家不是跟咱基督教，咱人家真正教教的嘛是安尼，讲伫今世有艰苦，总是来世，来世，还是讲伫西天伫遐有极乐的所在。虽然咱人家人伫遐对安尼有即款的为着讲将来的。会伫迄边看，来享受着迄个快乐，所以伫今世也着禁欲的这个主题，也就是这个原因。今世所受的苦难，来世要得到报偿。所以人伫遐有个人甚至结派家己的肉体，来得到，来伫将来要通得到报偿，要通得到报偿。后来我们人在是。第五个方法就是讲，甲基督教咧讲，主要搁再来，主搁再来，主来的时阵就是阳光，主来的时阵就是喜乐，目前在苦痛，要算做是咩呢？这就是咱人有缘的伊离现世的苦痛的一个方法。信仰的书的这个书信，你来看这保罗所写的，或者是彼得、彼得所写的，就是要写予当时。迫害教会的迄个基督徒，啊，伫遐拢变讲，伫今世咱伫遐受迫害，咱伫即个时阵伫遐时间点在就是拄着死事，总是咱将来主来的时阵，咱是通得到真大的报偿。所以有人嘛，像开始用就是国考一块的表现，你若讲开始用就国考一块的表现，就是迄个将来要怎样来行得过去。咱现在所受这一百年久的艰苦，来换迄个将来永远的快乐、永远的福气。所以，咱来看看，就是人将伊的心完全仰望伫伊的主的在内。这个就是亲像这个黑人客，有一句话，黑人客来咱唔知影，目睭青未，佫未讲话，总是提四五项的故事出来吼。咱人这个黑人客呢，伊有一句话咧，讲你若雕像，这個、太阳光，你便袂看见阴影。你的面若因为这个太阳光，你就袂看见你的阴影，你后壁的阴影。这个意思，予咱人形容叫你若看主的在里，你敢看主，看一将来的主的面前，你就袂看到今世。所以咱有人讲，讲苦人愈增加，分辨率愈增加。这是当时一个教父Chrysostom所咧讲。特别咱在宗教改革以前的人，真济人拢去过着迄个宗教宗教即个修道院的生活，宗教即个修道院的生活。所以罗定马丁就反对迄个修道院，因为修道院爱开放。爱解，正做，敢亲像学校研究的所在。伊哩安那，伊哩一寡查甫人吼，伊着安尼家庭婚姻的生活无好势，啊是讲迄个家庭生活无满意，迄时阵拢走去修道院。伫遐咧讲，人讲伊要去修道院，伫遐要修会较好个，嘿。伫遐咱就无爱去家庭的接触，所以罗德曼丁足反对，伊讲家庭的生活。这是真正信用的建立，伫遐在用信用来是训练。所以，咱现在人拢有时会通真做先撇这项的代志。所以，人用安尼来去袂记得，本来要甲撤销伊的心上的迄个刺。第四块，我们甲你讲讲，那是主伊怎样处理这款的刺。主怎样回答保罗？
第九十五个文献已经够利用。你现在我常常要求主将你的事给你背，总是主又闻敢那亲像无听，无照你的意思，你的气要伫你的心中。文献对你保罗是啥物？文献对你保罗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咱体验着上帝的疼，上帝喜乐，上帝快乐。对这个，咱现在伊对心底先去感谢，哦，而且安尼，行出一款的创造力，行出一款的新的生命，亲像伊所讲的，安那建立基督，行出新创造的。啊，到我有讲起有那个的，有那个咱在对信仰说了后，伊并无讲迄个脚腿，迄个脚两只脚踏出，不发两只脚。并无安尼，也无讲一个失失落去的手，还搁伫遐搁生出来。正靠前三支，无过因的信仰所加两支，还变五支，无拢无。同时咱现在，伊充满伊的上帝的疼，风风雨雨的疼充满伫用那个伊的心内，互伊伫遐有新的生命，新的快乐。所以伊的现象是小事，伊的问题还阁存在。当时伊讲感谢上帝，对伊接受了这款的问题了后，用那个家己讲讲，我唔得发幻觉，也无阁再有迄个自杀的念头。所以保罗讲，伫伊的软弱的顶面来表现出伊的快乐，啊，生命的光辉。以咱的软弱的顶面来发现的这个奇妙的恩典，因为人的困境永远是上帝的机会，人的困境永远是上帝的机会。上帝让咱的苦难不变的是在生命中，让咱的人生会能开出最美丽的花蕊。第五点，我爱跟咱强调是讲，气要怎样会能行出祝福。是怎样谈起这教导？或者真感谢当时领导是送我一份钱安联欢迎。安联欢迎，伊个作者伊伫遐，伊怎样讲？迄条可惜的迄个教授，啊，伊是天主教，伊讲伫伊患难开刀，伊即生癌，伊生癌开刀了后，迄个。生癌的开刀，真做伊的祝福。是安怎生癌？咱若拄人伫拄着生癌开刀，咱拢感觉拢真歹过。啊，是安怎着可惜这个人，伊乃感觉讲这个安尼，就是伊的祝福。头一个伊家己讲，讲苦难互伊顺服，苦难互伊顺服上帝，互伊对上帝所听的囝的管教，伊欢喜接受。讲这是上帝教育伊，啊来训练伊。咱若知这个Bush Junior 啊，这个少年的 Bush 啊，伊捌早餐会五十周年的时阵，提起伊家己的信仰，伊讲忧伤会带来了伊智慧甲快乐，忧伤会带来了带来智慧。所以我们会当知影，人伫一款顺服上帝，这个是真做伊的祝福。第二，咱同知伫遐这个着讲些做事的人，可能，互伊搁较知影感恩，互伊搁较知要安怎报效这个福气。伊讲讲前以前，伊掠做一切拢是应该，理所当然的。总是天主予我这边这场的病，哦，未能我伫遮无白白来受苦，伫苦难中一定有天主大的智慧，我爱心来感恩，啊，这是伊所讲的，苦难予伊能够较保守伊现在所有的机会，啊，是来保守伊现在所会通得到的。但是我想
第三，迄、那个就不是教授员咯，可能互我会通搁较体会着迄人的苦难，别人的苦难。伊讲当我嘛偏重伫我家己的时阵，我将自己放伫我的生活的中心，可能互我逐日祈祷，但苦难的时阵，我逐日的祈祷的时，我就想起个同款一款苦难的人。我无袂记得替伊祈祷，替伊祈祷。所以这位人唔知，伊愈感觉迄个苦难互伊更加会晓体贴啦，更加会通了解啦，更加伫个所在为着遐人来祈祷，因为伊家己有得到迄个感情。但是伊也讲苦难互我欠甜，平时讲平时伫工作上。有成就，啊，我就是认为讲，啊，这是靠我家己。过去拢是讲，这是靠我家己。伊讲，一直到我倒落去的时阵，伫手术台倒落去的时阵，我家己一无所能。忽然伊才发现，就讲我其实这一切拢是轮回，无一项属于我家己，无一项属于我家己。所以。咱现在，迄、那个感情的渠道，会当讲听做伊的祝福，互伊伫迄个所在完全搁一摆建立，毋是靠家己来花靠上帝，花靠天主。因为我有份体验一下，我过去少年的时阵非常骄傲，掠做我一切我今日成就，我迄个拢是靠我家己的智慧。总是到是真实，我有一支刺的时阵，我才知影讲，我原来是非常软弱。我伫遐完全那是谦卑来准备我的心情，有啥物通骄傲的所在？所以保罗的刺，上帝就是你若读起规段圣经，就知上帝为啥物刻迄支刺伫伊的心情，因为伊行了会骄傲，行了会骄傲。第五论坛。Thank you.
母你是教授，拜二甲半是教授，咱伫遐咧上课，即个学生来写起来。伊母是教授，伊所讲的就是比伊家己因性命就是得花去。所以十四堂课是用了，就是即个教授离开世界。所以咱人知影，伫即个啊，即个母你是教授，伊伫遐讲一句真要紧的，伊讲。你就爱学会晓死，学死，学会晓死，啊，遐个人会晓要安怎活？你就学知影迄个死，你才知影安怎活。啊，这个是一个重要，跟所讲讲个呐。你得知影迄个死的存在，咱人会面临的死的时阵，你才能认真来活，你才能认真。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常常对这个啊，对这个叫做好人的重任，或者的会通真做咱的祝福，真祝福。所以个人来讲，我用一个故事来讲，大概恁捌听到听见，啊，捌看。因为最近我去阿咱来到会去演讲的时阵，因送我一条金啊，挂金啊，啊，伫遐就是一个真出名。沙滩上的脚印，沙滩上的脚印，啊，伫遐迄边，伫迄条金的面顶画迄个沙滩上的脚印，当时伊啊有写迄个叫 Mary Stevenson， 就是迄个诗的作家 Mary Stevenson， 啊，伊伫遐写，啊，伊写呢，伊安尼讲啦，大概就是讲有一下，伊伫困的时阵，伊梦见叫做耶稣。沙滩上，伫迄个海边沙滩上去散步。伊个人生，伫遐按一步一步出现，吼啊，互伊看。啊，伫迄个出来即个一步一步即个人生内面个出现，就是讲伊看见迄个沙滩上伫迄个沙，即个沙滩个顶面有两对个即个脚印，有两对两个人在行个脚印。总是啊，人家讲，哎，有时啊，迄个脚印才变作剩一双的脚印。从特别到伫最后一遍，就是人生最后一遍，你看见佫敢若一双的脚印啊咧，啊，一双的脚印。所以伊感觉袂了解，讲就问主耶稣讲，主耶稣啊，啊是安怎我该看待吼？伫我的人生一个困难、一个需要的时阵哦，啊，你离开我。我得行，耶稣伫遐家己在讲讲，哎，我所听的听，我听你永远无变，我永远我听你无离开你，我听你我无离开你。伊讲你看见迄个沙滩上敢若剩一台人的脚印，迄个脚印是你的，迄个脚印是我的。因为伫你人生的困境的时阵，你无在了通行，是我将你家己爱起来。来行过你的人生的苦难，所以咱会通对这个，咱会通搁较知这个乌暗代表的这个非洲的塔林家也是宣教师哦，David Livingstone， 这 David Livingstone 伊伫遐，伊对这个所隔的那 Glasgow University 这学生演讲。伊家讲，我十万年安尼做宣教师，流浪流亡啊，伫即个啊非洲的所在，来历过一个困难、苦难甲孤单。但是你知影，什么支持我？伊讲就是耶稣基督的恩惠。因耶稣讲，我常常甲你伫咧，直到世界末日。我常常甲你伫咧。世间的路边，就第二件事咯。予伊伫迄个黑暗代表的非洲的所在，咧行过咧探险这个非洲代表的事，伊伫遐，予伊会通伫迄个孤单、痛苦、忍受的下面，会通伫遐得到安尼保守的行过。伊讲伊今仔下今日耶稣的应允，伊永远甲我伫咧，走伫世间。主啊，我感谢你恩典，我
真心的体验到人生内面，阮有真济痛苦。人生内面，阮有真济苦难，有时阮讲袂出来。阮有时四面仰望，毋茫会当得到帮助。总是主要，阮有时甚至阮袂当对人来得到甚物款的毋茫甲帮助。甚至阮有时，阮对你来哀求，对你来代替，总是阮所讲出来，阮所要求，拢静静无甚物回声。主要，